钱老师日常之在访神仙居。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爬山的地方，叫做神仙居。然后呢，我们争取今天可以坐一个游览车上到山顶，看看有怎么不一样的一个风景。走吧。未完成作品等日后完成。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可以爬，然后坐那个缆车上到之前我们没有去的那个地方。飞天子，龟飞科烟天，还用了一个英文 waterfall， 他没有用那个什么叫 flying waterfall， 没有。不行不行，太高了，看一下看一下。不行，极度恐高患者，所以说我我现在是不敢走。什么时候下山呀？咱们下山吧。哇，马上要下雨了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登山之行可以接近尾声了，我们现在下山喽。佩伦宝宝玩了一天也累了，各位下次再见。